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小茉莉。今天我们来做个简单的纸蜻蜓。我们折三下，然后剪成三个纸条。我用的是白纸，如果有彩纸的话，可以用不同颜色的彩纸，做起来会更漂亮。把三个纸条分别都是对折一下。对折好以后，像我这样交叉，把最后一个安到前面那个缝里插进去，安插成我手上的形状，然后把三边都向外拉紧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凹进去的三角。我们可以把里边三条和外边三条都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，可以找一个尖头的东西，然后顶着它跑，然后就转起来了，也可以在高处把它扔下来，自动旋转。更多精彩视频记得关注我哦。